好，大家早安。现在各党团代表都已经到现场，我们继续协商。首先我介绍列席的政府官员哈。首先介绍侯佩珊政务副秘书长，朱泽民主计长，还有邱昌玉常务次长。苏建荣部长、陈明堂政务次长，林明玉政务次长，薛瑞元常务次长，顾立雄主任委员，林辉煌秘书长。好，介绍完毕哈。那昨天我们大致上已经进行了一轮的协商哈，就第一轮的协商已经进行哈。那行政院提案的这个第九条之一哈，昨天大家有初步做决定的，就照管碧林委员修正动议通过，那也通过民众党所提的附带决议哈。附带决议，那这个部分附带决议就请先读啊。那个修正动议条文，好，条文。条文没关系的，你就附带决议有就好了。条文已经通过了。请大家参看哈，那个附带决议的第九案，原来编案是编号是第九案。有鉴于自营作业者及无一定雇主劳工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影响巨大，甚至影响其生计。不论有无参加劳保，政府均应依据特别条例第九条之授权规定，提供纾困补贴及振兴等措施，协助其渡过难关。原建请行政院应协调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及劳动部，妥为分工，从宽拟定各项协助措施，给予必要之协助，紧速实施。委员赖香林、张其禄、高鸿安。好，宣读完毕。好，有关你这个附带决议九条之一，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最后就通过了哈。大家都有看到嘛哈？行政文还没有看到，来，没有，这样啊，附带决议哈，有总共有十五六个，陆续增加当中啊，零到十七了。一般朝野上不讨论附带决议，附带决议是条文通过以后各党去提，因为也有可能会再增加，也有可能会再文字调整，还有各党团会去拜托啊，不就按那改好不？所以那个部分在处理预算的时候，处理条例的时候，最后的处理啊，那就本末倒置了。条文还没给，公安会来决议。那个先保留。条文第九条之一的照管碧云委员还有修正动议通过。这个附带决议。这些附带，它就是这个条文的附带。条文的附带了哈，条文的附带。所以九条之一就这样决定哈，决定的。九条之一是什么？九条之一是什么？好，来，那你先读一遍好了。昨天讨论半天。委员管碧林所提第九条之一修正动议，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而依本条例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或其他法律规定，自政府领取之补贴、补助、津贴、奖励及补偿免纳所得税，前项自政府领取之补贴、补偿、津贴。补贴、补助、津贴、奖励及补偿，不得作为抵消、扣押、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宣读完毕。好，这样已经有宣读了哈。那九条之一就这样哈，就我们就做决定啊，就通过。好，接下来就是现在我们就讨论昨天对十一条哈。十一条大家有很多的意见，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再对十一条大家再讨论一下，来。院长，昨天协商之后我不知道院长有没有看到这一张，
在民进党个别委员的脸书上面都有这一张哈，说一样纾困1000亿，我们不向国民党拿来做人情，结果把我们昨天手写的这一张再修正动议哦框起来，说国民党硬要发1000亿现金，人人有奖，连排富标准都没有。院长，好，大家看仔细哦，只有在网络上发这种移花接木哦，恶意扭曲哦，我们党人完全不接受哦。当时哦，你们送一张修正动议进来，11条，打字打好，一张空白授权大家讨论，然后是柯总召说，哎，国民党，那你们的建议文字赶快手写写，我们就守你。结果你把我们守你的拿出来，移花接木框起来，说我们没有排富标准，说我们是人人有奖，我们要理性讨论，我们手写哦，赶快拟出来。结果给我们做文章，在网上疯传。我们明明我们的修正动议里面说明来清清楚楚，怎么样排富，依照所得集聚递减，更不用说我们拿了几次这个手板出来，我们的排富标准清清楚楚，税率集聚30%以上，家户所得242万以上排除零，其他我们依集聚从2万、1万5、16000，所以我们估算出来998亿，所以我们框1000亿。为什么要这样子恶搞？昨天协商，我们理性讨论，从2点半讨论到5点多。如果今天现在不撤图、不道歉，没有办法继续协商。来来来，来说明一下他们。梁安，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协商，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大家非常克制的。我讲我自己啊，这次我以前黄光昌、赵先生坐在这个地方见面就吵架的、啊，我是非常克制，就是说大家能够好好的重新建立一个文化，好好来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开始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谈排除朝野上一个月都谈好了？每一个人都就装，都没问题。没有，没有谈到。第一天呐、啊，第一天做下去的时候，不然你拿出那个第那个说，我把第一天的协商结论出来。你听我把实际讲清楚，我把这个过程排除一个月。来来来，这调录音带来，后来协商没有签，我把这个原委、那个、你听我讲啦，阿舅啊，咱去慢慢好好讲的时代吼，咱就好好讲。地名结合为什么要朝野乡？当然是我一直在讲说必须尊重在野党，所以赶快请院长组织朝野乡，来排除协商期一个月，就好像我们第一啊，就特别预算第一期一样，条例一样，这些大家都没有意见。这个时候直播，我想大家都没有意见。中间后来蒋万安一直吵啊，什么到其他在野党也有谈到啊，预算执行情形以及第二期编列等等啊，这个问题，后来吵到最后。写下去的时候，你要划掉。划掉的时候，我又，划掉。你听我讲哈，你想要干嘛？不要紧，你今天没排除不排除，我们可以在这里先谈一个，想清楚再来讲。好，那个重新再谈也可以。然后呢，你把划掉，划掉，我看一看，然后当场我就举手，划掉以后，你这个今天礼拜完全没有机会通过，应该排进议程里面。大家说好排进去，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东西是没有绝对的，说一定要过，不要一定不过。那我现在在讲，那时候翁鸿基就讲一句话说，爱白的，党中爱白的。礼拜五朝野相，礼拜五宴会的时候是不是排进去？没有一党有意见。程序排到今天下午，没有一党有意见。之后我去拜托袁州委员，袁州委员说，我们在那边门那里，啊，你后来就得讲的。那我再拜托蒋安委员的意思，我讲原话，因为不要这么快，啊，到这个慢一点哦，甚至礼拜五再过，我会拜托说不要了，这大家可以谈就可以谈，那整个全部混乱掉嘛。
那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昨天整个过程中，再回到你们讲，刚不讲很重视，怎么最近造雨，啊，但讲雨无久，啊，那把掉头走，一回头你们全部不见了。那实在像民众党，人家他们没有提案，他们赵宏坐在这里听，等着他们要提案说明，这个东西是好吗？不对嘛。那民进党去开记者会，开记者会就大骂我们嘛。那持平的论。哦，怎么你的大法门？当然，我们党团其他干部就会去平衡一下嘛，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家一直没有讲清楚。所以昨天这个地方没有讲清楚，就是说，蒋万伟一直坚持说，哦，花1000亿 cash， 就林益华你们都是这样讲嘛。那我们说，我们这个第二期里面有1000多亿，1038。假如加上第一期就安定基金325亿的话，1300多亿都是用在劳工弱势上面，你们是普及性的花，你用那个集聚排污的话，去年的所得税那几有看回顾到今年的时候完全失真了。过去就是叫个导游跟所有人，给你用某手里用那一排，根本那个逻辑上有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我要讲清楚是这个问题嘛，你们过去。这个税级是要弄的话，我想坦白，这一次行政包括院长在宴会上都讲得很清楚，我们这有花样千金，你要咬着这个花样千金是你的 credit 的，这边也有花样千金，你要照你的方式普及性的花，哎，这个怎么弄？你讲的从998亿，坦白讲，我讲一个你就清楚了。劳委会这一次，我们为了1035亿剩8亿，里面这里面有现金发放。这些东西光光补助自营工作者有336亿，那个怎么算出来？那个是有100亿人，补助自营工作者就是职业工会，职业工会是200万呢，产业工会800万呢，然后我们这200万里面要去跑这个电脑城市，要去从产业部调资讯啊，财经中心调那个资讯，跑电脑城市才能够量化出来，跟着要排除有的是没有缴税的。所以总共110万人，200万，台铁只要行80万人，110万人，台积电话这个数字出来，总共336亿耶，加上就安定基金325亿，总共这个加上你说这一次加起来，总共发放现金的部分达到1300多亿耶，啊，他你的讲的是普及式化，所以这个逻辑是不一样嘛。你那个完全没有计算基础，自己发明的嘛？那谁敢政府敢没上那嘴？然后昨天晚上跑掉以后，再开记者会，突然发现他们也要提供另外的计算基础，劳工500万个人，一个人2万，要1000亿。哎，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量化出来？你有没有跑到电话城市？有没有稍微算一下？劳工总共1000万个人，啊，你这样砍？这是负责在野党吗？这是专业在野党吗？懂吗？你要讲清楚嘛，好不好？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我们今天要把原点讲清楚，所以真点就是在你一直在讲什么花样千金不花样千金，即便来柯总招了，你要发还是不发，你就直接讲，不要在民进党的脸书啊，你们自己看，手机拿出来，说在野党不排富，人人有奖，是这样吗？你们是这样恶搞吗？说我们不排付，你那一个排付，说我们授权主管机关订定叫不负责任。那你们骂我的话，这样怎么协商？你们骂我的话一大堆啊！你找出来啊！是吧？昨天协商这样子，你可以在你们民进党脸书，在各委脸书这样做。这里，进来，不是澄清就好，澄清就好了嘛。到底有没有排付？你要讲清楚。我们明明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说我们没有排付？说我啊，排付的资料都在提案里面，动议里面，你们二条立法理由都有啊，直接不撤下来。我跟你讲啊，所得集聚，讲一句话，讲得这么清楚。你讲一句话，昨天到这里，大家都在现场哦，全国在看哦。你从头到尾只是花样千金啊，排污这么清楚，资料内容里面都有。你只要讲一句话，你们刻意扭曲。2300万人，你那个。那我们现在跟你讲清楚了。我还在这里讲说，啊，那边发几亿从永干单。好，那个主席，我发言了啊。等一下，好吧，没有排污那句话，
假如说我们民党团后面有台布啊，你这样一二搞扭曲，你要撤掉啊。好，那个没有关系。好，那我们柯总召，你要撤掉。好，我那个总召，我们一直讲排富，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排富？来，好，说我们院长，你那个排富的方式根本错了，错了。阿林，我改错的方式，我跟你讲清楚了。我那个可以调整。好，好，好，来。好，来，讲道理啦。好，讲道理。你只要昨天晚上记者会跑出去开记者会，突然发明一个新的，哎，本来就在里面所得其句，里面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所得其句的会通，你往来讲，古年所得其句要给你一步头哦。好，我讲，你那边跑电脑程式，好，你用很简单的，刚刚奥委会要搞一个哦，世界工会那个200万人哦。好了，我讲清楚。336亿，国民党的立场，我们讲清楚，到时候表决要通过谁的版本，见真章嘛。各自负责。对啊，各自负责。好，所以我们把它讲清楚，理性的讨论。好，你们不同意啊，那我们接受，但是不要扭曲，这部分对不对？可以调整，没问题。好，好，我讲清楚了哈。第一点，第一点。我们上一次的协商，包括昨天还有上个礼拜的协商，国民党没有同意所谓，哈、哦，一个月的冷冻期，我们接受排除，哦，没有，后来划掉了，哦，这个大家很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民党在纾困条例的第11条提出的发放现金。是有排付的标准，在这一章上面，也在我们的提案的修正动议内容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好，我们讲的是按照所得集聚，税率零的家户发2万，税率5 1.5万，税率12发1万，税率20的表示他所得比较高的。发到6000，税率30以上的没有发，家户都没有发，这样总共受益的人总共600万户左右，约1791万人受惠。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总金额998亿。那我们为什么要提这样子的提案修正动议？因为民进党刚刚，你这是说补的啊？好，民进党刚，哎，今晚我讲好不好？你去结婚了啊？民进党的提案，我们认为不足了。怎么讲呢？好，刚刚柯总召有讲，民进党的提案里面有1035亿现金要来补贴弱势，包括什么呢？这个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薪资补贴。419亿，自营工作者补助336亿，弱势补助40亿，减班休息者补贴60亿，扩大就业180亿，总共1035亿。但是民进党补助的人呢，总共我们2300多万人里面，他总共补助了300万人。这个就是我们提出。我们的修正动议主要原因，就是说你东补西补，补丁式的怪一漏万，很多人补不到，农民补不到，很多收入还是很低的，没有参加劳保的人也补不到，所以我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动议。至于将来院会怎么处理，我们有我们的版本，我们都接受，只要大家把它讲清楚，我们的提案。我们的诉求跟你们的诉求有什么不一样？院长，我想哦，我们是民主的时代，少数尊重多数，到最后都会做决定。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诉求讲清楚，啊，让民众、让人民来做裁判嘛。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重点，不要扭曲别人的意思嘛。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就是说。法律的程序、议事规则程序，我们照走，但是民意都在看。关于纾困，大家都希望快一点通过，
但是要把自己各自党团的立场表达清楚，而不要扭曲别人。我刚刚讲的柯总召你可能没听到，我把你没有讲清楚的通通念过一次。1035亿，你讲啥话我忘了。好，让我听下。1035亿，在每个项目我们都清楚，可以教会多少人，我们都把它算得很清楚。我们就是认为不够，会有疏漏。我讲一句话，所以我们提出。你那个有申报就百万人，你知道没有申报有多少人吗？一半以上没有申报，你那个数据是错误。没有申报，你是今天才拿出来的。没有申报，以前你有没有拿到出来税？所以这只会零税率的人，不是用你们那个偷行为啊！啊，我告诉你了，零税率的人哦，没有所得的人哦，占了最多数，总共313万户，台湾嘛，所以这些人最需要补助嘛，所以我们用在这个地方是最多的。有的都退休了，不是你这样讲。OK， 所以啊，当然了，你们的方式就是人人有奖。财富啊，部分来，我们只有600万户哦，500多万户，接近600万户。你今天是给他挑出来啊？张董事长在本来的提案最早2月就拿出来的了。2月，昨天在讲就劳工500万，一个如果协商好好讨论，你都要恶意扭曲移花接木，说我们没有排富。你们在这一班我们多少？如果今天你不撤，那没办法协商下去。院长，如果协商的过程都这么清楚，录音，竟然说我们没有排富，我们的法条里面都写的这么清楚。换郑一鸣讲一下，不是一句话没有办法协商。今天的朝野协商跟昨天一模一样，不要说录音，都是现场直播，所以这边印给大家的。包含国民党党团，包含民进党党团，包含其他党团跟个人，所有的资讯都是公开的，都公开的，本来就是可受公平。好，都是公开的。来，刚才国民党团所提出来那个表，今天跟昨天桌上通通没有，黑几丁都要贴出来哦。但是行政院所提出来这个302万人的纾困跟救济，这个部分昨天跟今天通通有。对象非常清楚，之前讲过了。对象非常清楚，所以我是说明一下，现在行政院所需要的是救急跟救困，你们的做法，我昨天在那边就讲，就是人人有奖，我就用你们今天提出来的数据好了，一样是1000亿，更不要说就业安定基金多了325亿，我们的对象是302万人，你们刚才讲出来就是500万人，也就是说呢，数字上就很清楚。本来可以补助10000的，叫林的红姐病得轻了，更不要说有些他可能账面上没有收入，其实是开名车的，那些都不是我们行政部门的救济对象。所以昨天民进党党团我们所写的部分，麦卡公凹，我们上面有写很清楚，在你们那个手板上面哦，他说我们上面写说，国民党硬要发1000亿现金，人人有奖。但连排富标准都没有，因为你们授权行政院部门做，4月6号就有，反而排挤有限资源，真是反纾困。那你刚刚蒋万安委员很不高兴的那一段，我们写在最后一段上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若是不排富，人人有奖，那原本能领1000元的人，会不会被排挤到剩500元？这是我们在要求监督行政院的。那个说不排富人，你讲是我们要求行政院，不是要求国民党哎、欸。理念就是。我们现在不行政哎，你们那个表昨天。这一张昨天就有了。没有。昨天蒋万安委员还拿着在说明啊，我桌上有没有？蒋万安委员拿是另外一张，你们搞错。我坐他旁边怎么不知道嘞？就是这一张，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这一张。这一张一模一样。他以前有专心在协商，他以前在讲。专心在休息15分钟。休息10分钟，昨天又拿那张在讲了啦。你们拿的是执行率600亿的执行率了。昨天就拿那张，你们调出来看。昨天说明就拿着这张在讲，你们根本没有专心在听啊。你后面的排户没有定啊？你们要求财政，你们要求行政院要拿出来。没有专心在听、啊。那你们就是来这边说一说不参与协商就对了。你现场没有提供，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没有提供的？你这样讲，你会讲你们这个上面，哎，我们这里面没有所得的领最多。没有所得税率，你们从来没有放。昨天你们还讲一个劳工500万，一个两万，总共1000亿。到底讲哪一个？有钱人哎、欸。
讲是他们的案子，他们是发三万，我是说24000投票标准三万以上的就一毛钱都没有了。